只见九令挑战水上设施，在超夯的 SUP 力士滑桨上奔跑，就算掉进海里也无所谓。幽默以步步惊心来形容自己的心情。天后蔡依林今天过42岁生日，她上周提前跟家人到澎湖旅游，更穿起救生衣尝试海边的水上活动，玩得超尽兴。九令相周亲友在中秋连假造访澎湖，只见和蔡妈妈、姐姐在 Happy Birthday 装饰气球前开心合照，蔡依林还披上寿星彩带，戴墨镜，拿着生日派开怀大笑。蔡依林一家也走访许多景点，在为什么我那么漂亮的民宿墙面前拍照，跟姐姐坐在复古书桌前还讨论到底上什么课，感觉澎湖之行欢笑声满满，相当充实，也庆祝她的42岁生日。以上是掌握的娱乐消息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